汤鱼。食人汤啊。哎，不要，食人汤，还有这样的。是啊，汤鱼就是食人鱼那种。炸鱼吃，来来来，去去去，炸鱿鱼。过来一个吧。来，你到这里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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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干。家里我的做的两份。两个点两个点，两个点发。没了，哎，他不点了，他不发了，他们。现在猪肉太贵了，我们就出门买鱼来吃好了，鱼肉比较划得来。哥。我发觉鲳鱼不适合油炸，怎么炸这个肉都是嫩的，它都硬不了。那一般肉就会烂掉那种。啊，烂。这个鱼蒸的好吃，适合蒸着吃，不应该炸，这个熬错了。哎，不错了，熬翻过来。哎，卖贵。炸烂了。翻了几米了，这我熬，认不了认。哎，卖一米。下次买就蒸着吃。香油，卖一米。没有这一穿的，是不是大嫂的？这比较中性吧。中性就是女的，女生的睡衣。刚好合身的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啊？嗯，刚好，合是合身，这颜色有点怪，款式有点像女的。嗯。好看好看，太美丽了。今天吃什么东西？鱼，嫩的这一节拿来吃，老的这个梗子就拿来种。这种是专门吃这个叶子的，可能底下长不了什么红薯。呀呀，你冇买呢呀呀？我用什么买呢？5块钱。那个5块钱呗。对，只有半个月样子，半个月。哦，这个现在都老远烂了，这里面没得烂了。晚困了？没有。
啊，卖八公啊，卖八公斤。六个白马的。八二马的。白马八一个。我是这两个白白拉。然后熬个熬个啊，一个熬成。一半的。半的可以，你熬不熬？你熬你熬白的。那怎么办？เขาอยากนั่งกวนนั่งเราเหรอพวกเอาเนี่ยเอาอะไรเดี๋ยวนู่น全是叶子根都没有多少根เหลือเนี่ยอ่องถ้าตัวเขียนมาชุ่นตายอยู่ซีซีเนี่ยเนี่ยเนี่ยอ่องอู้ดันนู่นกูอ่องอากูงันดันเดียว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อ่อง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นู้นจันมีชวนอย่างนู้นเอา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คือ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我觉得这个菜地就这样子刚刚好，一小块一小块的过去又整齐，然后我又不会踩进去把它压实了。有人来卖鱼苗了。刚刚够，我跟你说，好像我数过一样，但是是这里摘两颗，这里摘一颗，然后那里摘两颗，这边有一颗，两颗，一颗。停，我要戴手套，因为我的指甲，他们都说我不卫生，指甲黑黑的。其实我洗很干净的，但是经常摸泥巴呀，或者摘叶子啊、摘树叶啊、摘菜啊，这个指甲就黑黑的。我要摘个，我要戴个手套。我边摘边施肥了，要不然我倒回来的时候，把这个地给压实了，这样走一遍就完成了。昨天下过雨，这个地好黏哦，看我的鞋子。但是这样的天气刚好种植。存活率很高，因为地上都是湿的，不用浇水。好多人在买鱼，我们要不要买？我们还要修个腊鱼，还要修个鱼塘，鱼塘还没有修好。哎呀，说要修，我是还要翻新一下，水还没有搞好。好像也，好像爷爷都买了。以前他每年都要买一点。我们这个鱼塘都准备放水了，好了。其实摘红薯非常简单，大家在市场上买红薯苗的时候，也可以把那个尖尖吃掉，然后剩下的梗子啊，也可以种起来，就种在阳台上面也可以，就它非常容易长的，就存活率非常高，你一种它就长。而且有些红薯底下会长红薯的话，你种久了说不定还有那个个头。还有一些朋友以为是种红薯就直接是把红薯种下去，其实种红薯那个是育苗，
育苗很多之后呢，然后就把那个枝条摘过来，这样子一摘，就是现在就是摘红薯苗了。我的摘好了，我就等它长起来吃它的新叶子了。这个苦麦菜我们是种来喂鹅的，今天就不在这块菜地里种了，移到别的地方去种，长大了可以喂鹅啊，喂鱼啊都可以。我的脚好黏啊，我发觉我好的脚好重啊。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买鱼苗，买鱼苗还在。